敬的诸法和尚，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各位大德，大家好，很高兴看到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法会。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去年我们在此地举办第一届中峰三十七念法师，今天是第二届。这个法师简称三十七念，我们办了三十多年了，确实是名扬两利，能够护世卸载，功德殊胜。记者今天在英国举办三十七年的机会，我想跟大家大致介绍一下中峰三十七年法师的含义、内容和原理，以及与会嘉宾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举办三十七年。这一本中峰三十七年法师全集，四理圆融，七理七机，如果把它当作一般经常佛事来做，有口无心，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所以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一下中峰三十七念法师的内容，真正明白之后再照着仪轨去做，在仪式里面随文入观，就能受到很好的益处，才真正有意义。中峰三十七念法师的含义，中峰是元朝本禅师的法号，他是中国禅宗的一代大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大扬禅风，上至王公，下至百姓，无不受到他的教化。后来元朝的皇帝还特别封他为国师，他汇集这一本细念法师，以禅宗一代大德来弘扬净土，意义非常之深。在这个法本当中，他处处显示净土与禅宗是同等高深的境界，而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的层面来说，净土甚至比禅宗更加殊胜。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识、第二识、第三识，这是三十狭义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更广的含义。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六十，昼三十，夜三十，由此可知三十引申的意思就是从朝至暮，昼夜不断。念这个字在中国文字
这是属于会意字。你看看上面是金，下面是心，也就是我们现在心里头有的正在心上的就是念，所以细念就是现在当下心系一处，念念不舍的意思。普通凡人与圣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念头。古大德说，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人的心念可以随心所欲的心念，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而凡夫的念头是散乱的，不集中的，所以不容易发挥大的作用。我们做三世心念法师，正是在训练自己对念头的控制能力，也就是现代学者所重视的注意力集中能力。佛在《一教经》上说，心者置之一处，无事不办。我们要能把心专注在一个地方，这就得定了，那心的力量效果就很不可思议。因为一心能生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所以一心非常重要。把心集中在一处，就是佛法里所说的禅定、定力，一切修行发明的枢纽、纲要，都是在定力。整个佛法归纳到最后，就是戒、定、慧三大类。而这个三大类当中，定是枢纽，可见其重要性。法是中风过失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法师依照这个法本来修行求往生的这桩事情。你看这里面有赞佛，有诵经，有念咒，有礼拜，有忏悔，有回向，修法很圆满，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礼拜、赞叹、发愿、观想、回向、无念法门异曲相同，都是大乘佛法修定的，得到佛菩萨加持的方法。所以这种让大众聚集在一起，在布置的庄严肃穆的会场，与法师们共同进行庄严的仪规仪式，其实正是佛陀教育中非常高超玄妙内涵深刻的艺术与教学活动，其中蕴含着佛陀无尽的慈悲与智慧。三世心念的内容主要，三世心念法事全集，从序文开始，先由戒定真相开启，主要内容依次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
国赞颂的偈子，而后是第一师法师有一篇《佛说阿弥陀经》起始，后面接着赞颂、发愿、念佛，以及有三番开示的内容穿插在其中。休息后的第二十法师还是由佛说阿弥陀经开始，跟着五番开始加上各赞颂与念佛，最后第三十法师依然是一遍阿弥陀经加上三番开始以及结尾的至心忏悔发愿。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整个三世心念法师就是在不断地开理，不断地打开普通凡人所执着的局限的思想境界，接触啊，进而接收受持阿弥陀佛的思想境界与佛菩萨的境界相靠拢。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正是在开发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的非凡卓越的能力。主法开场这四句话很重要，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贵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这是弥勒以后的现象，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觉海虚空起，觉海本来没有虚空，觉海就是性海。经论里面常讲到心性，心性就是觉海，自性本就。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觉就是自性，它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惑。”今天我们讲迷摄自性，这是随着凡夫的话来说，其实自性是真性，真性怎么会迷？真性不可能迷，迷只是一种幻想，犹如做梦一样，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桩事情中风过世在信念法师里面讲得很明白，他在迷雾，迷雾也不是真的，这越说就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再有众生，说的时候有先后，实际上生息就是唯心所现。这个现息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越说跟佛法越像，叫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你没有办法
讲先后次第，他的速度是用2240兆分之一秒来讲，你怎么能发现他有先后次第？所以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桩事情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当处是什么？就是现前，没有缘尽，没有缘尽就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不是事实。事实到底是什么？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迷，迷是迷什么？佛经上讲的一念不觉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是八地以上大菩萨所证得的境界，在他那个大定里面是不动的，这是觉海。但是凡夫是动的，一动麻烦就来了，空间缘尽，时间先后就从这里生起来了，这就叫做世界。世是指的时间，界是讲的空间，时空就发生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续相，把虚幻相续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娑婆夜浪流了。夜浪流是什么？六道轮回。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三途六道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这个卧梦又不行，继续在做很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而且愈迷愈深，愈陷愈苦。后面这两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末法时期只有净土法门，这个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彼岸是觉岸，我们今天在迷的岸这边，诸佛菩萨在觉的彼岸，我们要想破迷开悟，要想返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舟是运载的工具，归是回头，极乐世界有归舟，归舟就是指这个法师。你依照这个法师，等于说你有归舟了，可以依靠你稳稳当当地坐上这个船，就返望归正，返迷归觉，就到了觉海。中风过世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我从早到晚
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成佛哪有那么容易？但这是最容易的了。八万四千法门，要是跟这个法门相比，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妄念起来，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能够这样修行，你就成功了。所以，这个四句偈虽然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只有返妄归真、破迷开觉是真的。这是真正的佛法。这个30心念的宗旨，这4句偈全部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师来修行？这都说出来了。这是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第一世界开始当中有这么一段：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命，所以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佛菩萨觉悟，知道生灭统统是不生，一切法不生，不生哪来的灭？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迷的人分别执着，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其实他本来是一体，一体而异象。接着说，神如是，则阿弥陀佛其实我心，我心其实阿弥陀佛。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你就能肯定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是变，谁的心？我们自己的心。诸位要晓得，真心是共同，妄心不同。利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真心。大乘经上常讲，十方30佛共同一法身，所以它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净土就是即此方，此方即净土。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没有两样。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善，他的反应就变出无量无边的珍宝。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所以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没有两样。岂非迷雾之自数？何有凡圣而必死？凡圣只不过是个名词而已，名不同。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雾。
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以一切万物随悟而变现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美好。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性不善，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影像，这些道理我们要明了，然后从哪里改？从我们的心上改，要真修。真修不在形式，在实质。实质是什么？起心动念，你的心变善，没有一样不善，相随心转。这就是说，一切唯心造，心性则国土性。如果参加这个法会的人，真修、真干，心地清净，就能产生净化这个世界的作用，所以能够护世息灾。第三世的开始中，有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前面这两句是比喻，是陪衬的话，后面这两句才是主要要讲的。持名念佛的原理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是净念相继。净念，念要清净，清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这叫净念。相继是不间断。你看看古大德，不怀疑了。所以能够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念佛这桩事情很重要，往生西方净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这次遇到了，一定要抓到，其他的都不要了，抛弃掉。所以他念佛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佛就如法。所以佛号投向乱心，乱心自然就消失。这个方法好，很有效，诸位要是认真去念，如理如法，我常常讲三个月到六个月，效果就很显著。到时你自己发现到了，这里面就产生法喜充满，你就欢喜念了。开头难，开头怎么难？要把你的烦恼习气扶住。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严重，你如理如法的念，自自然然就佛住了。这里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功夫，决定不能间断，决定不能夹杂，你越念心越清净，你感觉到妄念少了，妄念少就是烦恼轻，智慧增长。以前看东西看不懂，听人家讲话听不懂，听不明白，现在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这就是智慧增长，
念佛功夫得力了。底下说，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并缘，重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这一段是讲念佛用心要像这个地方所说的才能够相应。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开示，要想想平常念佛跟他说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很好，好好的保持，如果不相应就要痛改前非。所以头一个信心恳切，有真诚的信心，正因凛然。修净土法门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正因。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往生，专门讲念佛方法的三倍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经。这个正因要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一定要有这个心，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所谓头出头没，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就是做了一点善因，遇到善缘，生到三善道。三善道的报完了。卧底阴现前了，马上一个跟头栽下去到三卧道里面去了。佛经上告诉我，只要你是在六道里头，肯定在三卧道的时间长，非常之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所以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三卧道是他的家乡，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的时间很短暂。你要晓得这个可悲，你的生死心才会真切。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厌是厌恶厌烦，什么事情尘劳纷扰就是我们现前这种生活状况。年轻人不容易干足，七十八十的人实实在在说这个事情差不多也都见过看久讨厌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厌世，厌世不能解决这非常悲哀的每一天，人事物的烦扰，身心得不到清净。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这个生活是痛苦的，这里头哪里有快乐？轮回苦，现实的生活苦，尤其活在现代的社会，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深深地迷在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不知道回头。这些诱惑全都是负面的，说得不好听全都是罪业。尤其现在的电脑的内容是些什么我没看过，我听一些同学们告诉我，里面都是杀盗阎王，都是叫你作恶。你说这多可怕！年轻人甚至小朋友从小迷恋在网络上，
每天在看这些东西，把他一点良知良能全部都破坏掉了，破坏得干干净净，可悲可痛，无过于此。这些人造恶业，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沉迷在这里面。你要想一些善的东西，他感觉的很奇怪，他从来没听说过，听到你讲好像在讲神话，他不能接受，听不进去，他的心是大风大浪，这还了得了？我们看看现在社会所造的因，所造的缘，然后你就会想到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底下是举起一身佛名，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沉痛的心情之下提起这一句佛号，之下更无意见，无意见再没有怀疑，再没有分别，再没有执着，什么都放下，一条路一直走去走去。下面禅师举个比喻，如太阿监横按当悬，太阿监是宝剑，锋利无比，这就好比在打仗一样，将军手上拿着宝剑，乘着战车，先是车前面的横杠，手扶在车上，拿着宝剑，这是在战场上的姿态。又如大火来，心疼言之，这大火来就好像现在的原子弹，万物因之则了，出之则上，万物因之则了，是讲大火论。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接近它，你就被烧掉了。出之则上，是讲太阿监，一碰到它，你肯定受伤。禅师用这个来比喻一声佛号，一声佛号就像太阿监，就像大火轮一样。大火轮比喻什么？比喻念佛的般若智慧。太阿监比喻念佛的三昧。什么东西？出之即上，因之即了，则了。前面讲的死生轮转，尘劳纷扰，只要碰到定慧，它就没有了，烟消云散。用这个比喻来说，知之一心不乱，能所难忘。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目标，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求一心不乱，到离一心不乱的时候，能所念忘，就是入般若法门了，化身菩萨的境界。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为什么？都是废话，道与不道都没有了，入般若境界，接近至此，何劳挂齿？这个法门是经路，经路当中的经路是修行正果最快速最接近的一条道路。现在你已经到了，不但这些话没了，连念头都没了。这几句话完全讲的是
功夫的境界，你已经切入念佛三昧，已经入不二法门，已经切入如来的境界。上面只是举出一小部分的内容加以说明，就足以看出三世心念法师确实是殊胜无比。今天很难得大家腾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法会，一定不要空手而回，不要跑一趟。关于中风三世心念法师全集，我曾经做过很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参考。最近有同学发行整理成精简的小册，方便大家了解其中内容，能够事先了解法本的含义当然最好，有助于随文入观。即使没有来得及了解大意，只要大家虔诚一心，随着这个法本引导做下去，也能获得殊胜的利益。真诚心最重要，所谓至诚感同，用至诚心真正的智慧就会从内心流露出来，真正能够达到名扬念力护世习在，真正是功德殊胜。最后诸佛法会功德圆满，与会大众法喜充满，光寿无量，诸佛因果国运昌隆，国泰民安，诸佛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谢谢大家。